真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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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
鱿鱼好吃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比夜市的炸鱿鱼好吃。这个咱就买啊。啊，这之前外口卖无少，我爱吹嘞，少少搁卖啊嘞。我爱讲，赶紧要吹来吹，头家无滴嘞，这四只三包包少的二只来，二只黄豆，我吃够够费劲。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一只出手十块，还要买几杯？真的好粗哦，贵分贵烧酒，真正赞嘞，200块了，太正价钱。老师，这我拢接过来，今仔小姐麻烦来。来200了啦，我爱200呀，够。啊，赶紧啊！这是炸鱿鱼不好吃，我不喜欢炸鱿鱼，我觉得炸鱿鱼很难吃。你来买买物件，你直接跳啊！你来啊，200块，这个补充麦是大公斤哦。哦，来，有要吃的来，200块都，来200块来，补充冰点，来东东没了哦，200。来东西拿到了没有？没有拿到奖红的，来200块来，补充鱿鱼，补充冰点来，东东没了啊，200。来，阿伯大哥来，来200块来，补烧冰卷，来200块来，我打着几斤了？来，赶快来，200块补烧冰卷，还能做咩料嘞？来200块来，我讲真正全部介绍啊，爱咩啦爱咩啦，我今天都俾你搬几只脚，俾你搬几只脚。这一批来的货是为了应付过年的，过年期间的东西量不多，它很多样。来，算你曹哥单价不好，来200块来，一两九分来，来500块啊！算你曹哥，哎，我讲今天啊，算曹哥算你的系列，今晚拢批给啦。每到过年一定会这样，可是你不用担心。我无甲你起价啊，我无啊简单就起价，而且起价做离谱，起人物件我就无啊，我袂甲你起价，我劝你就放弃了。来，因为我们卖便宜习惯的啦，哦，你叫我起价，我有哪有歹气啦？来，卖杯前辈吧，来，算你头杯，来，你拢挂掉哦。好。拢挂掉哦。来，你起来500块啊，都500块来，算你头杯。来，500杯，就看几点得啦。这边缺杯，这边几杯这行缺。来，500块来，500块有没有出血一口刀？来，我爸，不要被领导啊！你都爱讲那个咸菜还有啥？咸菜啊！哎，我十包咸菜啊，你几多啊？十包咸菜啊！哎呀，我来，我第一摸一条，第二摸一条，再一个一截，我第一条一条，来，进来，我爸。